烤箱是烘焙的灵魂，高性能的烘焙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的效率和品质。BRESSO 烤炉拥有远红外电热矩阵，内置式蒸汽系统，使产品烘烤得更快更均匀。同时，多层层炉还能将工作空间最大化利用，提高产量。醒发箱是面包发酵的必备工具，双温动藏醒发箱可以设置自动醒发时间，烘焙师在早上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做成品。韩贝 BRESSO 把醒发箱、冰箱及冷藏醒发所有功能集成到一台设备上，低高温发酵并行系统，一台机器解决冷冻、解冻、发酵功能，减少设备空间。风炉靠热空气对流来烘烤食物，支持多盘同烤，烘烤速度快，上色均匀，适合烘烤可颂等起酥类面包，烤制出的产品更蓬松，气孔更大。BRESSO 热风炉风速功率可调节，适应不同克重和数量的产品，旋转功能使烘烤更均匀，另外还具有自动清洗功能，更减少面包师工作负担。冰箱是烘焙店储存食材的重要设备，不管是储藏食材还是保存产品都离不开冰箱。BRESSO 双温动藏冰箱可以同时满足冷冻和冷藏两种需求，温度控制精准，更好地保证材料最佳状态。韩贝 BRESSO 可以提供烤炉加风炉加醒发箱加冰箱的一站式烘焙厨房解决方案，不仅使厨房整洁美观，合理的排布更能方便烘焙师进行操作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。